今天这天儿也太好了，我打算在家休息一天，什么也不干。老头子铁锹从两个月前开始就用乐高开始做这个瓶子回收系统，到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做完了，还不错吧。小媳妇儿啊，你是你干嘛仙女下凡呢？往上拉呀，过来我给你拉。到周末竟然没醒过来，一睁眼11点了，然后给我开那药挺带劲的。尝尝昨天买的这个牛舌饼，稻香村进军欧洲的牛舌饼，所以它应该叫欧舌饼。对，这么整齐的牛舌饼我还真是头一次看，平时如果你在大塘村买的话，牛舌饼很容易就碎了。这个运了这么远，也不知道它是运过来的还是在这边生产的，还这么整的真的少见。您猜怎么？不跟你们闹了，这牛舌饼真的特别好吃。我觉得这牛舌饼是我小时候那个味儿，跟我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，咸味儿和甜味儿都足够，然后外边的那个酥皮儿也有味儿。这光吃一个牛舌饼还是不太够，而且牛舌饼吃两块有点腻。太高了，就着胡萝卜的劲儿。你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你放放手上吧。你咬了我一口。爸爸的高雅创作。哎，我太有才了。你为什么坚持猫头鹰的眼睛？酸呐。老北京你在干嘛？老北京人起来了就这么一出，喝这个咖啡呀得先喝透了，然后这一天啊才能干别的。昨天没逛完，今天还得再去买点东西，车来了。逛街逛街，快点快点，时间紧任务重啊，今天人太多了，昨天时间太短了没逛完，今天我得抓紧时间。加入感觉不要钱，有点抢。这最小号我说偷偷看看这俩什么时候来接我。嘿，这老北京起床了，正录他闺女呢。嘿，哎呦，醒了，几点醒的呀？我病了你也病了，咱俩天天往晚上睡。我是因为吃药，你是因为什么呀？出来吧。妈妈，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醒没醒过来。
见妈妈去，好不好 ？Wird es dir ausmachen, die Klamotten umziehen？ 我到了，这人说接我，我查他的位置，居然还在家，讨厌，靠不靠谱？出发了，嗯，把你发卡带上，在那屋呢，走，带上发卡，立马就不一样了，人都精神。妈呀，这是精神吗？来，拿出点精神面貌。这女孩从小就喜欢要体重，11.7，还可以。接妈妈去，天天接妈妈。不过今天不用进城去接妈妈了，今天是去家门口的地铁站。这样接上了以后，直接就去超市买东西。马上圣诞节了，下周一还有一天超市开门，之后就都关门了。今天必须得抓紧时间抢购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得买出来。但其实所谓的圣诞节关门也只关2天而已。到了，到地铁站了，到了地铁站的停车场，等妈妈过来就行了。哦，我看见她了。Hello， 又爽了，挺爽的，天天爽啊。嗯哼，咱俩今天大丰收物这么多。哎，忘带塑料袋了，这堆一车后边，待会上楼拿塑料袋下来再装。中文的西梅其实就是李子，其实在德文里头没有西梅这个词，只有李子，所以你吃的西梅其实是李子的干儿。圣诞小妮welche Figur möchtest du? Die. 这人已经不行了。那药太狠了。要不要紧？我胃疼，我头疼。你哪不疼？我连头发都疼。你感冒很厉害，铁球。我不想死。死倒不至于。没有这么严重，但是你出门得拉拉锁。Lasst uns kochen. Heidi Eber von der Fanze. 我觉得日更我有点更不动了，咱们还是改周更吧。马上会变成年更。年更谣。一艘轮船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上。睡觉了，晚安。晚安。我用彩灯关上，我小的灯开开。好，等你睡吧，拜拜。爱了爱我出个妈。
为啥非要去赶分呢？妈。